干你屁事、哦、是从一个朋友拍的照片太小了我吧哎、欸、新鞋哦很漂亮哎、欸、你是有拍过的嗨，cheese 牛肉。好。好。cheese 牛里面有蛋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哦，加。哦，那算了。哦，好好好好。给你拍照，哎，我超喜欢你的频道，我每天都有看你的。哦，是哦。可以给你拍张照。我觉得你每天早上是不是买？没有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嗨。好，你帮我拍照。哦，我横着直的各一张。哦，今天放假了，对吧？上课，下晚上上课。嗨，一二，怎么称呼？我是维园。维园哦，维园。好，好。你习惯怎么每天剪一支影片？对啊，习惯就好了，习惯就好。可是你是当天拍完当天剪？对啊，我今天拍的，明天就是今天晚上。对嘛，今天剪嘛。对啊，隔天就上了。对啊，快一年了。对啊。两个是同学的，哦，班队的，没有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9:57，哇，刚刚在早餐店懒猪遇到一个。台艺大的同学叫维远，竟然被他认出来。好啦，他现在也有在拍 YouTube 频道，加油啦！一开始没那么容易，那你说你每天有看，对不对？加油！哦，10点，剩20分钟要出门。哦，哎，那个是不是有一个哦，好，我们讲。I've kept my heart inside a box, threw away the key. 炒面跟炒饭混在。You found your way under my skin. Now I come undone. The walls that I built on weakest paper. My castle is falling from the sky. Ain't no.
哦，对啊，对啊。现在是38分、39分，20分钟要到公馆。好，10:40，我现在11点前要到公馆，有点赶，不过应该是差不多。Circles for so long. I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what I did wrong. I'm trying hard to find a place where I belong. I lived an empty life, but I had to carry on. I guess I really was giving up on love. 准时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要确认多少？我直接滑了。When I thought that everything was love, on a cold November night, I met my missus right. When my feelings come to life again, when I thought I'd be dead, I just saw us standing here. When my feelings come to life again, now I wake up every morning next to her.他们两个很厉害，其实滑没有多久，滑得很好。接下来我们找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开始泡咖啡聊天空拍，然后后来我们又滑了一段，但因为虎记跟黑素食这个马上型配方在6月15号会发表，所以我们决定到6月15号影片在一起发布，所以呢接下来就听听音乐，看看一些精彩的片段。好了，泡完咖啡现在我们决定一起去滑一下。Up on love, and I tried to block those feelings off. What else could I do? In a millisecond, and it all came back when I thought that everything was lost.对啊，哎，新鞋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要踩三下。对啊，新鞋哦。可能会这个礼拜的哦，拜拜，拜拜。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we used to be, when I think about
是因为它是发酵期打的。你说这次黑灵，那你当时讲这是打的，这是大理家的产地啊的黑灵。哦，我没喝过，可以喝喝看。还是冲这个还是厉害，看你拿。我们每天在拿。对啊。是已经，这个老壶也是很多人喜欢的，就是。感觉要随便冲一个，感觉很准确，很绕圈圈。对，就是不会太那个。Might be shaking but not stirred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招待。Yeah. 哦，拜拜。4:18，回到办公室。现在小朋友下课，好多人。我今天真的很难得，算翘班，对，不过玩得很开心。好了，回去还有点事情要忙。哦，真的出去5个小时，5-6个小时，滑到没电。试一个新东西。这里啊，对，这个是算是艺术。如果没有跟我讲，我也猜不出来。
7:29。我今天时间过得很快，其实我很少上班时间跑去玩，很少很少。对，今天算是玩了，因为我觉得很开心，就跟虎记 Alex 还有那个黑素食。那你说我们出去玩什么？其实三个大男人出去，好像没有玩什么，可是就聊聊天，然后滑滑板子，然后泡泡咖啡，然后后来又到 Alex 的店里面坐了一下，蛮有趣，蛮有趣。其实偶尔这样子跟朋友碰面啊，然后很自在，很棒。对，那至于下次什么时候我不晓得，但是我觉得就顺其自然，很开心的。对，然后今天拍了蛮多东西，我不知道晚上要怎么剪，但是我刚刚在看那个档案，看了有时候就觉得很好笑。然后今天有刚好试用了一下那个客气的那个虹吸的滤器，哎，蛮棒的，蛮棒的，好神奇！我觉得发明这种东西的人很厉害，而且他那个东西是手工的，厉害。对，然后另外 Alex 今天给我了，就是我们今天在那边泡的那个马上型，那预计是在6月15号会发售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你们也可以去他的虾皮卖场去看，那我把他虾皮卖场再放到下面的链接。对，好了，去。今天运气真的很好，天气很棒，对啊。他说天公作，真的，但是明天不确定，搞不好明天会下。好，拜拜。People keep missing, the clouds seem to fade.哦，牛奶卖光了，我买小瓶的，然后那个红茶沙瓦也没有，这家全家要什么没什么。咪咪，你跑最快啊！忘记买饲料了，你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？那我明天要骑摩托车回来，因为饲料太重，可以吗？我脚蛮臭，闻看，很香，对不对？9:46，出来跑一下。那今天下午去那个宝藏岩，然后河滨滑了一下，然后后来又去。骑上那个过程很愉快，然后因为刚刚那个黑素食他跟我说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快就可以把影片剪辑好，那他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发影片，所以比较完整的部分会在礼拜五8:00晚上发。那明天的部分就是刚刚看到的浓缩版本，这样。好，现在去跑6公里，我希望可以多跑，因为今天比较早。
2.4公里，冲破极限，野心勃勃。均速5分25秒，跑了56分45秒，均心率159，我今天跑快一点点，所以心率拉比较高。好，跑了10.49公里，相当于10.5公里。跑步就是这样，有没有进步？每天跑，今天是第35天，对，有进步，然后耐力越来越好，然后也不会那么累。总之，大家有空就出来运动，一个礼拜2次、3次都 OK。昨天那个陈伯昌，他有来留言，他说要从89瘦到现在77，他一个多月吧，应该不到2个月。效果很好，他比我的厉害，我体重没什么变，对，因为我每天都照吃。对，总之运动是好事，那我很开心你们有出来运动，然后有回馈给我。哇，好热，好，我去剪今天的影片。今天事实上很好玩，但是因为要分段剪，所以明天你们会看到一部分，那比较精彩的部分就留到礼拜五晚上吧。Thank you.